好，下面出场的就是加拿大选手范纽夫。本届世锦赛当中呢，范纽夫是和他的队友一起来参加比赛。那么在冬奥会上获得铜牌的罗切特没有来参加本届世锦赛。范纽夫短节目之后是排在第八位的，他的音乐和刚才的安藤美姬是一样的，都是来自于法国喜剧片《埃及艳后的任务》。
大全国女单亚军范纽夫。这次加拿大因为罗切特没有来参加比赛，那么范纽夫和另外一位今年的全国锦标赛第三名获得者三松来参加这次的世锦赛。那么三松呢，因为没有能够滑进自由滑，所以在自由滑当中只有范纽夫一位选手，很争气，这套动作完成的比冬奥会好多了。他的萨尔霍夫三周跳成了，阿克塞尔两周跳成了，最后还做了一个三阶二阶二的连跳。这次他的名次肯定要比他之前参加过的两届世锦赛高很多，因为他以前排到都是15到第20位这样的一个水平。教练是巴拉贝，编舞是大卫威尔森。外点零三周接阿克塞两周，这是个连续跳，连续跳的分值要比连跳呢低20%。勾手三就跳成了，这个动作他在奥运会上跌倒。后外点兵三周接后外点兵的两周之后，他又做了一个后外接环的两周，这是属于他临场的发挥。他原计划是三接二的，他后面又接了一个两周。这次女单比赛也好多这样在奥运会上属于一个中游位置的选手都有这个上佳的表现，都超过了他们奥运会的成绩。没有心理负担，其实对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来说是很好的心理。技术分61.48，技术分比在奥运会高了13分，节目内容分是56.56，118.04。这个成绩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自由滑历史最好成绩，总分是177.54，排名第三，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女单最好成绩。Thank you.